这是一个教你如何编辑论坛帖子的说明。首先，进入你想要编辑的帖子，然后点击在右上角的按键。接下来点击 Add this topic。在你完成编辑后，请滚动页面，直到你看到 Save topic 按键，然后点击它，以确保以上编辑得到确定和保存。